先十颗双爆以上没有问题，1036颗钱帮老板解决。来，第一颗走起。我突然想到，好像有一双手套被我洗到39信过，对我来讲啊，轻而易举。雷尼亚全服送礼，老板再来一单。我们继续，他说双爆以上，好不好？向来呢，只有帮老板解决问题，从来没有解决老板过。等等就不是了，今天有早餐台吗？今天没有早餐台，因为我们今天太欧洲了。我们每一位呢，都少少解决。我们呢？一位一位老板的解决，你要先洗哪个啊？还是你考虑这个561颗全包？我们呢，一位一位老板的解决，一颗解决，基本上洗到有，怎么好像不太对劲啊？哎，有了哎 ，OK 吧？旅游成功的救回了一个好友 ,33% 力量，那你现在将要洗什么 ?4CD 或 33% 幸运以上，好不好？走起。好像哦，各位，我们如果没有洗到 4CD, 就不要选 CD, 让工程师以为我们不要，好不好？哎，怎么又是你啊？542颗钱，33有吗？30信啊，欸，老哥，30信你要留吗？他说不要，继续。3CD 啊，再来，怎么全部都是 MP 啊？我的老天啊，老板不要上头，再来。欸，不要给一啊，给二啊，老哥，有点诚意好不好？这个闪现也太惨了吧！两排负一啊，各位，双爆以上，我们先洗手套好不好？来，走起！怎么又来一次？刚刚的帽子给39%信不是很好吗？老哥，你说什么？换回帽子，好，没有问题。老哥，你有结合的打算吗？一二三，好了，我们换下一位，先十颗30%以上，好，没有问题。老板一定帮你解决，第一颗直接走起。下面一位啊，老板帮你解决了，还是你有下一件？老板说一样，那我们就继续，好吧？30%以上。下面一位还有没有？下面一位的还有下一位老板吗？冲掉不要是不是？好，那继续哦。鲔鱼蛋饼加大冰奶，一大早你敢喝早餐店的大冰奶？老板说不要，没关系，再用一颗。下面一位老板30抿 ，OK 吗 ？OK 的话我们就。哎，不对啊，老板你怎么都一颗啊？看我想洗什么，那就项链先吧。OK， 走起。啊！我们继续啊，再来，还有一颗海底捞月，给拉拉用的。OK， 那我们继续啊，来，可是让我看到一些怪怪的东西啊。再来，还有三颗，不用紧，老哥，第一颗30名 OK 吧？啊，够全数哦，先20颗，双爆艇，好，没有问题，老板，33颗钱，好吗？解决，老板，第一颗27圈啊，老板，你的全数很难写，各位，来哦，来，老板，你就是我们今天的压轴，好不好？三爆手直接收工，刚好跟大家说一声晚安。33粒啊，要不然来个39粒啊，敢不敢？再来，好，再来。那怎么连一排爆伤都没看到啊？换地方是不是？老板，你发现这里不对劲是不是？精灵王家，好啊，老板，为了你我跑一趟啊。老板，这里会出三爆是不是？我信你哦，翻山越岭找天台。33颗钱，好，老板。
这个是骑士手套。再来，第五排还有两颗。来，老板相信三爆就在不远处。来了没了，老板？你要继续加码还是先这样子？再十颗，好，没有问题。拜托，不贪心，三爆就好。来，23颗钱。我们都没有看过闪现闪出三爆。第四排，靠，他就不能一起出吗？有点气耶，他每一排都各出现一次。还有4颗，老板你不用担心，还有4颗，三爆，海底捞月，谢谢，解决，老板，全包了，再来，老板说全包了，继续走起，拜托。给老板一个双爆就好，来啊，双爆就好。他怎么连一排爆仓都没有？要不然来个39粒啊，敢不敢？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我好像在洗这双手套前就有说过，我们今天洗手套。很常出对数的39%，解决，老板。老板，你要留着做纪念吗？还是继续？老板说继续。好，剩8颗啦，来，我们继续哦，各位，39粒换来一个三爆就好，好不好？拜托 ，Go Go！ 好啦，至少不是39米，好不好？39米我扛不住啊！拜托啊，老哥，你别搞啊！最后3颗，留了是不是？老板你。你在玩领奖，他就去了，你知道吗？老板在最后一秒恢复理智。今天的最后3颗洗完，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。3颗骑士斗篷，拜托来个39粒，第一颗，第二颗，哎呦，有嘞！我的老天啊，真的是神奇啦！各位，20颗来 ，Go Go！13%，拜托，13%，来，3、2、1 ，Go Go！ 各位有一样场吗？13%，拜托 STR，STR， 拜托 STR！ 七帽刷起来！虽然说呢，我们10颗只跳一次第一排。但是没有关系，一次就够了 ，OK 吧，各位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各位就先开到这边。